个性活泼开朗的牛莉一直以来以演性格鲜明、干练活泼的现代女性为主，多次登上春晚。几年前，牛莉就一直跟冯巩搭档上春晚，之后又多次搭档郭冬临登上央视的春晚。牛莉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军人家庭，从影前牛莉是名运动员，86年获得全国第一届女子花样游泳团体冠军，90年获得全军射击冠军，1991年进入娱乐圈，首次出演电影《大决战》，之后作品不断。2002年搭档黄宏、张凯丽登上春晚，更是连续11次登上央视春晚。牛莉在自己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，还不忘热心公益，回报社会，在贫困山区资助修建牛莉希望小学。而低调不爱张扬的牛莉最近晒出自己的照片，已经45岁的她身体依旧保持得非常好，这身材这马甲线估计就是小姑娘都会觉得汗颜。不过最近看到牛莉女儿的正面照后，心中有点质疑，这是遗传了爸爸的基因吗？可惜了妈妈牛莉的好基因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小孩小的时候长得不漂亮，越长大会越漂亮。